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29号，听日就是期指结算了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咁样就是骗徒咧仲系继续喺度嘅，所以咧就系仲有呢个提醒大家啊，千祈唔好俾人呃啦。今日大家睇到啦，上升嘅板块咧系较少嘅，下跌嘅板块较多。下跌嘅板块之中咧系有地产、银行，咁啊上面嗰啲好多都系比较重磅啲，得个即系上升嗰啲，即系得汽车啊咁样，有啲半导体，有电信服务。咁其他都好多啲好十十星星嘅嘢，所以今日嘅市道咧係應該比較係弱嘅。